前方53公尺有动物出没，动物出没起点，小麻雀只是在找食物吃，小心开车别要了他们的命梦。国道三号林内路段清明前后常有此斑蝶迁徙飞跃，请配合国道让蝶道相关措施。38K-44K 之间偶有猫狗误入国道，请小心驾驶，并避免突然减速或变换车道。青蛙体型小最容易被误杀，每年在三峡被展示的托德式青蛙就多达上千只。乌龟过马路是为了找地方产卵，别压到它，让你美好的一天不再犯规。台湾有非常丰富的路线多样性，或许很不起眼，却是维系海洋和陆域生态非常重要的准备。美丽的海岛生物需要大家的保护。